教你几个野营小技巧，最后一个惊呆了。一，网具光镜中间放上纸巾，等待片刻，你就有用不完的火源了。哦，就去野外自己不带柴火啊，带个具光镜，咱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。那还有，这要是赶上阴天下雨的，你是不是得冻死或者饿死呀？你这一点都不实用啊。二，给鞋子穿上一层鞋套，再也不怕鞋子会湿了。嘿大哥，这是野外呢，你多多少少给野外一点面子吧。你去野外还套鞋套咋的，还怕鞋脏啊？那照你这样说，你直接坐个轮椅多好，动都不用动了，多好啊。一个字，绝。据说能用纸匠盖点赞的人全世界只有2%。这好家伙，昨天是1%，今天又是2%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无论你怎么样我们都可以。因为啥呢？因为我们好看，因为我们优秀，知道了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的扣一，不可以的扣二，觉得我帅的扣盖我六，看哪个多。三，在盖子上搁一个四边形，然后往桶里加入换洗的衣服还有水，洗衣液放上马桶塞，盖好盖子，快速抽拉马桶塞，衣服就清洗干净了。哎，不是大哥，你这去野外又是带水桶又是带马桶塞的，怎么的？你野外还有马桶堵着等你疏通呢？这家伙，那还有，你这哪是去野外啊？你这啥都带，这不明显是搬家吗？我的天哪，你是真行啊！看完今天这些什么招，你叫学废了吗？进来送客，贵人走好。